的时候也是这样的。其实也是没有想那么多，就是空档出来就会出手嘛。就算前面几个手感都不好，自己啦，就是投的都不顺，所以，在就是告诉自己，在出面不管怎么样，如果是自己的机会就出手把握，对，不要去管，不要去想前面发生什么事。那这场球就是最后一个那个关键球，教练是怎么布置的呢？其实主要就是用福哥这个点来吸引对方的包夹，然后找外面的点，但是就是没有，我们没有处理好。